从惊蛰、清明来到谷雨，春天正以它变幻莫测的脾气唤醒蛰伏一年的昆虫，滋养草木植生。一位勤奋的研究者却是一年四季都忙，昆虫羽化的这个时节更忙。他的研究对象有点年纪的台湾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乍晴的春日夜晚划过夜空，刻在心头的点点幽光。这是记忆之光，也是台湾之光。一位哈佛毕业来台的年轻女子，想从台湾萤火虫的发光机制了解家乡的萤火虫在闹什么别扭，为什么不发光。我们何其有幸拥有那么多美丽的小小发光体，难得的是在有心人的努力之下，他们依旧在台湾的山林里闪闪动人，成为不同世代台湾人心底共同的光亮。这里是山与溪交汇的山城聚落，勤奋的客家族群早在清朝中叶就来到这个台湾中部汉人分布最东边叫做东势角的地方开垦。近二十余年林木停采，山林充分休养生息，更打造出繁花似锦的农林休闲产业。在清明后谷雨前的这个时节，天气阴晴不定，却是各类作物焕发滋长的时候，枝头青梅结实累累，颗颗圆润饱满，让人忍不住舌底生津。虽然还不到五月雪枫桐花的时候，但不少油桐树已经白了头，生机勃勃的山林里更有一种散放奇异光芒的小生命等着我们。东势林场的花开了，我们可以看到绽放着各式各样缤纷的花朵，而且下起了春天的初雪哦，桐花也盛开了。那一般桐花都是五月盛开，那现在四月已经陆续的绽放了。那我们刚从大甲溪畔的东势进来，那过来到这边又到了大安溪，那东势林场就是在大甲溪和大安溪中间的群山哦。那这边森林非常的茂密，所以生态也非常的丰富哦。那到了春天，尤其是四月份的时候，是萤火虫，就是灰金钩，开始提着灯笼出来照亮大家的时候。来到东势林场这边的萤火虫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天空的繁星一样，星光点点，密密麻麻的。所以今天假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非常的悠闲，非常的热闹。不管是来这边赏花、享受森林浴，或者来这边露营哦，游客非常非常的多。今天的盛会是在入夜以后，从大概六点开始，我想人潮可能会比白天还要多，因为现在大家都要来赏萤火虫。黑翅萤呢，在这边大发生大爆炸，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东势林场来欣赏这边的银河飞光。萤火虫大概是中壮辈台湾人的童年记忆里最富有田园风情的流光幻彩，难怪从南到北，凡是流萤飞处就有大批赏萤人潮。东势林场更是全台湾赏萤指南绝不会遗漏的指标景点。看到游人这么多，大家不免担心拍摄的时候得瞻前顾后，既不能干扰人，更不能影响虫。
不过天还亮着，烦恼暂时搁一边，这里鸟类资源丰富，只要仰起头，保证有鸟可赏。持续哦，过了惊蛰之后，到了春天哦，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而且是充满着生命力哦。来到这边，除了萤火虫非常热闹之外，我们现在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棵樟树上面，有黑冠麻鹭正在孵蛋，它等着小生命出生以后，然后育雏繁殖它的下一代。然后这个黑冠麻鹭筑巢的位置呢，也非常特殊。其实这边的人还蛮多的，非常热闹。那他就住在这个人群的上方哦，不太怕人。那也许人有一些干扰，可是可能可以当作是保护啊，像是警卫一样。因为如果人多的地方，其他的猛禽就不敢靠近了。那黑冠麻鹭在孵蛋，它是非常的淡定的。那尤其靠近它的时候，就整个不动，一二三木头人一样，直挺挺的把这脖子哦伸得长长的，就像一根木头一样，或者像树枝。也许是一种鸵鸟的心态，是一种伪装哦。他以为它不动，你就看不到它。那其实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样子哦，还蛮逗趣的哦。黑冠麻鹭平常觅食都是在草地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校园啊、公园就会看到黑冠麻鹭哦在地上慢慢走在觅食哦。那当它看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呢，它整个会蹑手蹑脚的一步一步，非常的谨慎哦。等到它看准了食物，就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的去吃。那尤其他在吃这个蚯蚓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趣的，他看到蚯蚓会直接把它从洞里面啄出来，然后就跟蚯蚓拔河，因为蚯蚓极力的闪躲嘛，用力的拉，一直拉一直拉，两边再拉扯，然后最后黑冠麻鹭会把蚯蚓整个扯出来。那等着小生命孵化以后呢，青鸟、公鸟和母鸟就会轮流来育雏。那通常一只鸟出去觅食，另外一只鸟就会保护这些幼鸟，然后另外一只鸟在外面找到食物以后就飞回来，然后他们会换班带回食物喂这个小鸟，那另外一只鸟呢就换它出去觅食哦，日以继夜的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然后当小鸟翅膀硬了，体型越来越大了以后，它慢慢就会开始要离巢。那离巢前呢，它会试着展翅飞得比较近的距离，母鸟会带着它学习飞翔。那当它的飞行能力成熟以后，它就会离巢，然后飞到地下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亚成鸟呢就在草地上觅食，变成一只成熟的黑冠麻鹭哦。黑冠麻鹭在过去数量比较少，也比较稀有，这几年在一些校园啊、公园，像在这个林场，我们都可以看到黑冠麻鹭啊，其实还蛮容易观察的，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下次经过这边呢，记得要抬头看一看，可以看到黑冠麻鹭正在育雏的画面，应该是蛮特别的。大概是从小在双亲的呵护下成长，成熟的黑冠麻鹭几乎也都是充满爱意的尽责父母。也许那种一二三木头人的招式有点笨拙，但是他们一板一眼照顾雏鸟的神色还是很让人感动。他们体型不小又没戒心，很多人都曾经在阳台屋檐、校园草皮和他们近距离相遇，还会用手机、照相机记录他们的生活，PO上网络实况转播。一查资料，更会惊讶他们竟然是稀有留鸟。也许是现在年轻人不拿弹弓改拿手机，稀有留鸟都成了有亲和力的国民鸟了。另一个已经成为镜头焦点的生物就是萤火虫。天色渐暗，我们得早点进场，免得只有摄影同好的后脑勺可拍。要加快脚步了哈！对，已经5:45了，你看人越来越多了，你看慢慢的陆续啊，从上面哦这样一直走下来了。那我们待会要去看的萤火虫区域是在哪里？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大概是正前方这一区，就是现在看到这一片森林啊。这区是我们林场里面赏萤区算区域比较大的。那像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特殊？什么萤火虫特别多啊？这边会有一条山沟，那所以它旁边的是比较潮湿的。嗯，那旁边你会看到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植被。树木还算完整。我们今天要看的萤火虫黑翅萤喜欢在山沟旁边草丛上方飞，因为现在太阳慢慢要下去了，暮色低垂啊，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萤火虫就要出来，这是非常热闹的季节，而且是非常幸福快乐的时光嘛。我们今天有一场盛大的萤火虫婚礼啊，要赶快下去了，因为这边已经塞车了，很多人都要下去。你们好，你们好，嗨，
哦，你们都要来看萤火虫吗？对啊，哦、那你怎么那么早？不是要六点以后？要先下来卡位啊！哦，要卡位啊！哦，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都飞来啊！那我们可能也要赶快下去卡位了，人越来越多了，趁着天黑前要赶快拍摄，不然萤火虫出来之后不能打灯。加油，加油！看到这么多人，应该就是到了哈，已经到了金华区了。因为你看，还没有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哦。你看，已经很多人了，席地而坐了。你看，嗨，你们好。哇，你们在等什么？萤火虫。哦，你看大家都很厉害，都天还没黑就来等了。你先站好位置，我们还带外国人来耶。真的来了。嗨，你好。你好。哦，从哪里来？从美国。美国啊、哦？哦，你爱看萤火虫？他第一次看。欢迎欢迎，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已经有那个气氛了。真的很有气氛，很多人席地而坐。更厉害的是弄的相机、摄影器材哦，全部都排好了。哦，你看，这边长，你几点来的？卡位。你几点来卡位的、啊？我刚到不久。哦，真的、哦。看我们有卡位，先锋部队进来。前面有两个助理，另外两边卡位。这个人会比萤火虫多啊，萤火虫还是会比较多，越进来人越多，水食物都准备好了。嗨，很多朋友每年都会过来这边。其实我们也是准备好了，我们也有先锋部队，你看除了阮姐在那边以外，我们还有先锋部队在前面的，对，嗨，但你死贵了，人真的是很多，很热闹。今天人真的蛮多。然后这边到一个空地广场啊，这边人更多了。哇，你看，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哇，所以表示这边萤火虫应该是很多。对。Hello， 你们好。哎，麦哥。你看，哎，我们的先锋部队在这里。你的相机在哪里？相机在这里。没有卡到位哦，不过应该是有些人帮我们嘛。有这边的朋友啊。哎，你们好。你好，你好。啊，你们好，你们几点来的、啊？两点多到的。下午两点，这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啊？有点早，这里环境不熟，先探路。这是你的摄影器材的？是。那你今天准备要拍哪里的画面？拍这边类似有一个场景，有一个小溪。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构图？上课老师有教我们说，要拍照的话要选一个景象出来，有 S 弯道的啦，或者是可以自己布景的。那就祝你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画面。Okay, 好，谢谢你们了，让我们卡了一个位置。哇，大家第一步都已经铺好了，真的是很多。Okay, 那我们等待黑夜的来临，因为萤火虫出来的话，所有的亮光哦就要把它关掉，才不会干扰到萤火虫。那待会我们如果要赏萤花，注意哪些事项？等一下，在我们游客中心，我们都会提供红色的玻璃纸，让游客就是盖起来。那其实还有很多照相机的光源啊，手机的光源。那尽量我们不要让那个光源，影响到萤火虫发光。最主要还是赏萤品质。那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区域，主要可以观察到什么样的萤火虫？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是黑翅萤，虽然在这个季节已经还有其他萤火虫出来的，那我们赏萤的话，主要主角还是黑翅萤，因为它的数量是最多的，黑翅萤为主。对，黑色的翅膀，黑翅萤。今天看到那么多的民众游客来这边，你觉得大家会失望吗？应该是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对，绝对不会失望，一定可以看到萤火虫。可能大家都算出这个礼拜开始，大概一个礼拜是我们这边赏萤的高峰期。哇，好 ，OK， 大家都有听到哈，一定今天不会失望的，应该都会拍到很棒的画面。好 ，OK， 那我们就要摆开阵势喽，等到天黑了，萤火虫出来了，我们就要熄灯，换上红色的灯嘛。对，好，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萤火虫出来。听说这里会大发生。拜摄影科技进步之赐，萤火虫这种过去只能欣赏无从拍摄的题材，现在不但可以拍，还人手一机，大家都能留下属于自己的作品。更棒的是，这群摄影朋友大家彼此约束，互相礼让，现场没有光线干扰，说话也轻声细语，看来自然观察的环境伦理已经深植人心。话说回来，萤火虫其实没有听觉，声音对它们不构成干扰。不过轻声细语总是好事。眼前流萤星星点点，冷冷飞光明灭，把心静下来感受当下，也许比急急忙忙操作摄影器材获得的还要更多。
今天这场萤火虫的灯光秀真的是太精彩了。那从六点半开始哦，就陆续看到一点一点绿绿的光点哦，从这森林中或者是草的上面哦，慢慢的闪烁出来哦。而且这数量是越晚越多，到整个森林啊密密麻麻的，那还有包含草原上面这一点一点的亮亮的哦，然后飞来飞去，那每一只萤火虫都发散着它自己身上发出的冷光。唐朝诗人周尧做了一首诗，里面有形容到萤火虫的光芒哦，他有讲到就是翳翳与娟娟，池塘竹树边，乱飞同异火，成聚却无烟，鬼雨洒不灭，清风吹欲燃。我觉得这首诗写的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哦，尤其像他讲到就是乱飞同异火，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萤火虫真的是飞来飞去啊，群飞乱舞的感觉啊。所以过去的人称萤火虫为灰金钩，我觉得是非常的写实。灰金菇来吃茶，茶烧烧吃金蕉，金蕉冷冷吃硬硬，硬硬爱爬脚，我来吃黏薄，黏薄啊转转子，害阮吃一个落嘴齿。灰金菇，光听这个名字，许多人就被拉回那个田园牧歌式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赏萤的人群里，除了摄影爱好者，更多的是带着孩子的青壮年，努力的想让下一代理解自己成长所经历过的美好时光。同样的夜晚，台北市文山区的山脚下，夜幕升起，城市的灯光像萤火虫一样星星闪闪，树林草丛里的灰金菇正准备把握时光，全力散放激情。我们将和一位寻萤人相遇，他的童年没有萤火虫，在东市林场启蒙之后，从此对萤火虫情有独钟。黑冠麻鹭是鹭科麻鹭属鸟类，分布在亚洲南部、东部，在印度、中国大陆、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一带繁殖。台湾1000公尺以下草生地、沼泽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在杂木林或竹林中，以树枝、竹枝营造粗糙的盘形巢，站立时约50公分，额、头顶及冠羽黑色，背部及腹部为锈红色，有黑色斑纹，因此得名。以昆虫、蚯蚓等无脊椎动物为食，极少猎食鱼类。现在已经越来越靠近这个萤火虫的区域了，不过其实在这个地方哦，因为就在公园的旁边，所以我们还在这个公园哦，都可以看到很多灯光照过来，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灯光的干扰了，但是萤火虫还是都有在这边活动哦。这样看已经有看到萤火虫在发光亮亮的了，其实也蛮特别的哦，在台北市都市里面就可以看到萤火虫在活动，虽然没有在乡下比较原始森林的地方就大发生的现象，不过在这边其实有看到点点的萤火虫活动。那因为我们越来越靠近萤火虫，所以我们整个灯光就要非常注意，尤其是像我们在摄影的灯的话，我们也会把它调到最最微弱，然后尽量我们现在就用相机有了大光圈，那因为在公园这边它也有灯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微光来拍摄，让干扰萤火虫能够降到最低。那其实萤火虫不是说照到光它就会死掉，而是说光照到它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活动，它可能就不发光，可能会停止下来，那就会影响到它的交配，就会影响到它的繁殖，相对就影响到萤火虫的生态了。这个台北市郊的都会公园里有池塘，有密林，和东市林场的环境有一些相似。这里的萤火虫密度低，却有位孤独的工作者独自挥网捕虫，被昵称为吴伯的他，从小喜爱生态，以第一志愿考入昆虫系，却到了大一那年才在东市林场第一次见到萤火虫，从此一头栽进萤火虫世界，十几年来始终专注在这种奇妙的小生物上。
他在这里进行的萤火虫复育惊艳国际。2017年萤火虫国际年会决定交由台北举办。好，红灯已经亮起了，亮起这红灯呢，表示我们已经慢慢靠近萤火虫在活动的区域，所以我们要注意，要小心的灯就不能太亮，而且颜色就是要红色的了。嗯哼，这是因为那个萤火虫它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到红色的光，就好像我们人类的眼睛没有看到紫外线一样。嗯，只要是红色的灯，萤火虫就看不到。对，这样对它的伤害会最小。没错。不过像我已经带这个红色的灯了，发现吴伯其实没有带，那你为什么连红色的灯都不带？因为很简单，做萤火虫的研究其实就是要在一片那个什么黑暗的山林里面行走，活着进去再活着走出来。我已经这条路已经走了不下几次，我大概可以像那种什么瞎子走一样，扣扣扣扣扣扣，连灯光都可以不需要。所以吴伯已经是萤火虫专家了，已经到最高境界，已经他不需要灯了，因为已经太熟悉了。不过我们这次来到这个点哦，已经就是在台北市里面了、我们可以看到周遭其实都有这个灯火。没错。那像在台北市，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可以看到萤火虫的。是，实际上是哦，就是看萤火虫这件事情还没有变成很热门之前呢，正常人是绝对不会不带手电筒、不带头灯，然后就出来在晚上在那啪啪走，因为大家觉得这样很危险。可是实际上萤火虫一直都在，那是大概差不多在16年前，台湾的萤火虫研究开始进行之后，对萤火虫的进一步的了解，那同时也开始将这一方面的知识转换成科普，然后推广出去给大众，对萤火虫有更进一步认识，然后大家才开始很喜欢，就是在4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然后走出户外来看萤火虫。像在都市里面可以看到萤火虫，这个算是很特殊吗？这很特殊，因为实际上在我去过其他地方，例如像是葡萄牙、像是泰国、像是美国或像是马来西亚，这些地方生态环境很好，在都市里面要看到萤火虫真的是只有台北市有而已。所以台湾这样的一个环境在世界来讲也算是很特殊的，就等于说在城市就可以看到萤火虫。对，没错。在其他国家可能是要跑比较远。对，没错没错，其他大陆型国家400公里就是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可能就是只有一个地形，然后一个海拔高度，可是在台湾400公里，它可能就是从那个基隆，比如说基隆外海那边海拔0公尺，走200多公里之后到达玉山这边海拔4000多公尺，200公里就有4000公尺，将近4000公尺的海拔变化，这在其他国家其实是很少见的事情。哇，所以台湾真的是宝岛啊，宝在哪里？就是宝在这里，在都市，对，生物多样性很高，在都市就可以看到萤火虫，这很特殊的。不过这次吴伯，我们这次来到这边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对啊，是因为我目前在帮助台北市政府公园处，然后挑了6座的公园要进行萤火虫复育，那木栅公园就是其中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就是要来采种，作为以后木栅公园萤火虫复育的种源。台北市民有福了，以后看萤火虫在都市就可以看得到了，来公园散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萤火虫。所以像吴伯因为是专业人士，也是研究人员，身负重任啊，要复育萤火虫是有经过特许，把这萤火虫带回实验室做人工的复育，就让萤火虫的族群能够再扩大。以后在台北市，我把它捉起来，并不是说我要学习以前的那囊萤夜书，而是我把他们的成虫抓起来之后，放在实验室里面配对，让它们产卵之后，我去饲养他们的幼虫。等到把它幼虫养到3厘米以上，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之后，我再把它放回到他们原来栖息里面，可以减少被天敌攻击的程度啊，然后可以进一步增加它们的数量。冰崩母的，现在看到的大概都是黄缘萤，在飞的大概都是雄虫，趴着在那边亮的大概都是雌虫。那我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帮萤火虫一把，因为他们在野外，这些雄虫要找老婆比较辛苦。黄缘萤通常出现在低海拔的水域中，台湾早年皮塘水田密布，黄缘萤的幼虫就在水中以瓜牛萝贝为食。
农田面积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黄缘蝇生存环境大受影响，人类让它陷入困境，富裕也算是修补我们造成的破坏吧。瓜牛大方地爬过叶片，看来萤火虫幼虫应该有足够的食物。趁着吴伯认真工作，我们也来观察这个充满野趣的都会角落。这棵孤婆芋非常的高哦，它的叶子也很大，你看这样拿着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哦。在过去在台湾的乡间呢，我们都会看到这种孤婆芋哦，所以它的利用是非常广泛的哦。那像这个叶子，除了小孩子玩耍会把它当作雨伞之外来遮雨，那在过去塑胶袋不发达的时候，就会拿这个叶子来垫着，像比如说包鱼啊包肉，然后用个绳子绑起来了，就是过去的塑胶袋，像阿公阿嬷他们就会常利用哦。那现在吴伯在帮萤火虫传宗接代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孤婆芋，其实它也在传宗接代，那正在开花结果。那它现在除了叶子值得欣赏之外，其实它的花也很特别。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花在这边，如果要从那个角度看哦，没有看到它的花，那看到这边这样包起来的，就是孤婆芋的佛宴包哦。那花在哪里呢？转过来就可以看到了，哇，一条长长的花絮哦，肉穗花絮。这边还看到一只蜘蛛在这个花絮上面躲在佛宴包里面，蛮好的避难所。那看这花像不像玉米，我们吃那个玉米啊，长长的然后是黄色的，那它这个佛宴包把它这个花絮啊整个包起来，这样一半特别像船的感觉啊。它的花絮雌花在比较下端，那上端这边就是雄花，而且我这样仔细看呢，底部我看到很多的花粉散在这个地方，所以会吸引蛮多的昆虫，像比如说苍蝇啊或者果蝇会来这边帮它传宗接代啊。那开完花就是要结果了，那我们这边倒也可以看到孤婆芋的果实哦，这边是有点开放式的，那果实的话就前面这样一包，这就是它果实。那这样果实也是包在这个佛宴包里面，开始那个果实它是浆果，那是绿色的，那它成熟以后会由绿慢慢转到红，那等到整个果实成熟以后，它这个会越来越肿胀啊，会肿大，就像气球爆开一样，好像我们吃香蕉在剥香蕉皮啊，一片一片的展开，然后就露出孤婆芋非常漂亮的红色浆果，浆果一颗一颗的呈现非常鲜红色，一串一串的像红色的玉米、红色的珍珠一样哦。我们在夜间除了可以看到萤火虫之外哦，那夜间其实很多动物啊、昆虫、很多植物在晚上进行它的传宗接代这个动作。这个小公园就像吴伯介绍的台湾一样，空间虽小，却拥有丰富的生态。生物越是庞杂奇异，生态就越稳定。黄缘蝇在这里显然可以安居乐业，扮演生态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是现在数量还太少，吴伯得帮忙穿针引线，协助他们找到另一半，传续族群命脉。在有灯光的房舍里，吴伯得赶紧把虫网里的萤火虫取出来，雌雄分开，免得它们近水楼台，太早蹦出爱的火花，把爱的结晶产在不该产的地方，然后双双共赴黄泉。辛苦了几个小时，吴伯共抓到30多只黄缘蝇，之后还得带回台大的研究室进行人工繁殖。萤火虫的一生得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生命周期。成虫交配后，雌虫会将卵产在水边的青苔上，利用青苔将卵固定，一般约可产下95颗左右的卵。卵也会发光，经过3个星期的卵期，幼虫孵化，随即钻入水中生活。幼虫经历4次左右的脱皮，便进入中龄，准备离开水面，爬到陆地化蛹。中龄幼虫化蛹前，会沿着石块或树根边缘钻入土中，营造蛹室，待在里头静待化蛹。化蛹后，再过1个多星期就会离开蛹室，准备羽化。羽化后的成虫寿命只有1到2个星期，白天躲在草丛背面，夜晚才出来，直到交配产卵，完成传续生命的任务后死亡。
这个研究室不错，要先运动，要爬楼梯爬到第四楼，应该就到研究室了。哎，这边有写，这边是昆虫保育研究室。那现在的主人是杨平士博士，哇，杨老师在这边呢。哎，哇，这个实验室这有一个规定哦。还有，我今天不是要来拉保险，也不是要来推销产品的，今天是要来看那一天采种回来的萤火虫到底现在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进来研究室看一下，空空的，没有什么人的，肯定来的比较早一点。哇，来到一个昆虫的秘密基地啊，萤火虫一看都是跟昆虫有关系啊。哇，好多书哦，这台湾昆虫的期刊，那都是一些专业的书籍啦、啊、论文啊。哇，你看这堆得满满的，哎，看到了，吴伯，麦达，哎，你好，你好，哇，哇，哇，这是你的实验室是吧？对，这是我们实验室学生或者是那个研究人员，在平常就是野外调查完毕之后啊，然后要开始进行后续实验或进行后续饲养的地方。我们那天这帮盖好的宿舍，男生女生宿舍还好嘛哈、啊？这两罐嘛，没错。那天我们是抓到四只母的，所以我要把它拆成四组，所以我就准备四个盒子。嗯，然后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头，大概就要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吃饭区，就用这一种厨房纸巾把它折叠起来之后，放一半的面积。然后把我这里准备一些糖水，然后把它吸进去，它就吸那个糖水为生。然后另外一半就是要用这种，这个是岩棉，一种人工纤维，然后用来种当做那个植物的栽培介质的。那其实也是萤火虫很好产卵的那个什么东西，把它放到另外一半，然后用那个什么水把它浇湿，把它喷湿之后啊，萤火虫它交配之后，雌萤火虫就会把它的蛋生在这上面啊。然后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那些蛋。所以胡伯，你今天是要当萤火虫的媒人哦。那现在要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就要帮萤火虫举办一场结婚典礼啊！哈，对啊，就当配对。原来不是一对一送座堆，而是模拟自然状态，由雌萤从竞争追求者中选择最优秀的另一半。两只虫都打着灯笼，应该不至于选错对象成为怨偶才是。不过在萤火虫的世界，产卵后就是生命的终点，还真是标准的婚姻及坟墓。待新人送入洞房早生贵子后，吴伯还得像托孤一样的照顾小萤，直到送回他先父先母生息的环境。啊，可以休息一下了，终于完成萤火虫的配对工作。那现在萤火虫可以让他们安静一下，让他们公平的竞争，那待会就会产生胜利者哦，可以完成他的传宗接代，那延续他们生命的任务哦。那经过了一段时间啊，我们看整个研究室的灯也亮起来了，表示人应该都陆陆续续回来了，包含研究生啊或老师啊。那来到研究室的话，一定要拜访一下研究室的主人啊。我们看一下老师回来了没有？应该回来了，因为灯已经亮起来了。哎，看到老师了。哎，老师好。嗨，哎，老师好。哦，可以进来哈。好，欢迎欢迎。哇，哎，打扰老师。来，你好你好你好。刚来看吴伯啊，就是帮这个萤火虫啊，那个配对啊，在繁殖。对对对，帮他们举行这个结婚典礼。结婚典礼。对啊，他刚现在已经配对好了。配对好了。跟老师拜访一下。来来来来。哇，老师这办公室感觉就是一个学者的办公室，都是书籍啊，很乱，很抱歉。听说这萤火虫也算是台湾之光啊。以种类大六分之的密度来讲，应该是算蛮高的了。因为台湾这么小，但是呢，将近差不多70种萤火虫，已经确定大概65种嘛，哈，已经大概5-6种了，大概就是有待鉴定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以日本来讲，日本大概40几种，将近50种，那个面积比台湾大太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出现的量相当大。每年的三类从南部一直到北部哈，到六月之间，他们在办场活动，那种像红眼影、黑翅影，可以说大量出现。那在山谷里面，只要不受干扰的地方，
那个大概都是一个晚上你要看的成千上万只的都蛮容易的。那秋天冬天又有一波不同的月份，你可以做萤火虫深度旅游。光一个系统，你看一个系统的地方，你如果是九月份去，十月份、十一月、十二月，在冬天都有萤火虫出来。像听老师讲，真的台湾萤火虫的生态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也是研究者的一个天堂。对，昆虫系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哈佛妹，哈佛大学毕业的哈，他研究的主题就是萤火虫。哇，所以这种萤火虫真的是很特别，所以我们待会就去拜访一下这位哈佛妹。杨平士老师是国内水栖昆虫和蝶类研究权威，研究室里的昆虫标本、专业书籍堆得满满，所剩不多的空间里又挤入收藏的艺术品和古文物，还办过昆虫的生物学与文化艺术特展。上起课来结合昆虫和诗词、器物等生活情趣，相当丰富精彩。至于那位哈佛妹，那又是一位学昆虫的精彩人物，一定要好好认识。为了研究萤火虫成虫的数量、移动行为、存活时间等讯息，昆虫学家会在一定的时间内捕捉野外的萤火虫，迅速放入容器内，在特定部位以油漆笔标记，清点数量后也放，几天内再到同一地点以相同时间捕捉，借由成虫标记数量套入计算公式，推估特定范围内的萤火虫数量、生命周期及活动模式等资讯。是我们和哈佛妹相约的地方，新北市三峡区，溪流洁净，森林蓊郁，显然是萤火虫喜爱的地方。哈佛妹江安荣是美国爱荷华州人，环境和三峡很不一样，特别的是那里的萤火虫成虫不发光，她对萤火虫的发光机制特别感兴趣。等他学成回国，说不定就能找出家乡萤火虫在闹什么别扭，为什么不发光。天已经暗下来了啊！陶总，像萤火虫啊，通常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呢？那他们很喜欢这种有水的地方，比较湿的地方，然后喜欢就是这种，就是上面有很多树啊什么，比较暗。比较暗一点，然后比较潮湿一点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边可以听到那个水声啊，哗啦哗啦的声音还蛮大，表示这边水还蛮多的。所以可能就是蛮适合它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一定会有，今天晚上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哈，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换红色的灯嘛哈。对。赶快过去把机器仪器架好，那我们的灯呢关掉了。对。都要关得很小很小，不然会干扰到他们的行为嘛。对。安荣，他的研究要开始了。有收获吗？有啊。哦，好多哦，哇，亮晶晶的。今天看到的都是什么萤火虫？这是斯培次萤，你可以看它发光器很大，然后就反正也是最常见的嘛。我们看到的是黑翅萤，哈佛妹说它的发光器特别的大，很大颗啊，很大颗。然后它们也是发光有一定的一种。一种感觉就是很快嘛，很快哈。然后像我们也蛮常见那个黄眼萤，它就是比较放松一点，比较放松，对。所以不同的萤火虫，它的亮的闪灯的颜色都不一样哈，闪光的颜色。对，这也是。比如说那个红胸黑翅萤，你一看就知道，因为这个黑翅萤它很绿嘛，很绿的。然后红胸黑翅萤。还蛮红的，其实。所以你现在开始要做一些测试啦，哈，用一些特别的仪器。对，要把它们抓到，然后稍微的固定住一下，就可以做调查。
我发现这次来到台大的昆虫研究室哦，都是秘密啊，因为从吴伯开始，你看他要养那个萤火虫，要什么配方啊，要湿度要多少，他都说不可说啊，只能用想的，所以有秘方。那哈佛妹她也是有秘方，因为听说这个研究呢都还没有公开，然后有一些特殊的仪器不可说，那我们看就好了。那我们知道他们是非常认真在做这个研究，那等到有一个成果了呢，就会把这个成果发表出来，然后分享给不管是台湾的人或全世界的人知道，哎，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发现，这个研究有什么成果，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因为哈佛妹在这边还要待还有多久，还有大概一年半，还有一年半嘛，哈，可以 OK， 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反正有机会我们就跟他到野外去走，对不对？哦，这个东西反正我们看不懂。以外行人看热闹的观察，萤火虫固定在这些装置上一闪一闪，有点像珠宝店里的昂贵饰品。这位研究生一身披披挂挂也是闪闪亮亮，和一般野外工作服相当不同。原来哈佛妹在美国就爱上中文，爱看台湾电视节目，喜欢台湾偶像，这才老远来学中文研究昆虫，在教授的建议下探究不同国家萤火虫的发光行为。看来火金菇的灯笼果真照亮了一条研究的新道路。萤火虫发光主要是为了求偶和沟通，近年来学者也证实萤火虫的光有警示作用，而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因为它的发光细胞内有含磷的化学物质，称为荧光素，在荧光素催化下，能量以光的形式释放，再透过反射层细胞集中反射的结果。萤火虫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不只是国内的研究生学者在研究，那也吸引了很多国外的人员来到台湾。我看到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研究人员呢，我们都非常的赞叹他们，因为做生态研究我觉得真的是最辛苦的，因为常常是在这个孤寂的山区或者说野外做研究，尤其是吴博士哦，身负重任啊，负责萤火虫的复育还有传宗接代啊。在这段时间，这些萤火虫应该已经完成配对了哦。萤火虫所产下的卵，应该会孵化出萤火虫的幼虫。那到适当的时机呢，就可以把这些萤火虫的幼虫也放到公园绿地之中，也可以让都会的小朋友体验到过去那种乡村农家的自然野趣。为了这一次要让各位亲身体验野放萤火虫啊，我设计了一个比较搞纲的方式。我并不是直接把萤火虫放好的，来给你，来萤火虫两只70块，谢谢你。好的，是贵哦，对。哎，没有，根据我所知道，现在萤火虫一只要120。好 ，OK。各位待会会在桌上找到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叫滴管，在实验室里头是用来吸取一些液体，无害液体，就像酒精的或者是水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吸萤火虫。你们就伸到这个盒子里面去，把它轻轻压一下，然后就吸上来了。一个人吸两只。好了，接下来注意。各位同学，今天你们现在把这个萤火虫放下去之后，有一天你们总会上了国中，等到你们想到要回永建国小的时候，记得来这里看看，这里有曾经是你们放下去的萤火虫，曾经抓过的田螺，它们都会变成成虫在这里飞舞。别忘了，这里曾经是你念过的学校，记得回来看看它们。就这样。台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在不经意间一去不复返。
萤火虫很幸运，在还没有完全消失前，人们适当的介入复育，让它重新在山林里散布点点飞光。这更是我们的幸运，台湾拥有那么多美丽的萤火虫，在早年山林田野、庭园稻埕画出一道道幽光，为乘凉的家人、夜归的学子留下难以抹灭的记忆。这是属于台湾人的共同记忆，相信那些野放萤火虫的孩子一定会记得回来。当夜里银河飞光闪动，不同世代的台湾人终于在心底拥有那一闪一闪共同的光亮。